注意看，这像不像是在航站楼等飞机的我？哎，其实不是航站楼，这是一个医院，还是比较现代化的啊，已经实现了这个问诊的这个数字化。这边呢有几个窗口哈，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可以用医疗卡的窗口，也有就是没有医疗卡的这个通道。所以就是对我们这些留学生，如果你没有医疗卡的话，也可以来这个医院来看病，但是一定要事先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步骤啊。这个医院由于非常新啊，跟就是市中心的老医院不太一样，跟国内的医院也不太一样，就是它这个医院呢跟这个 shopping mall 它是在一起的。你看就是下面这个商底哈，就都是卖东西的，然后这还有就是喝咖啡跟吃甜点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个就医环境你觉得怎么样？